我们客家的习惯就是客人来一定要热茶，哎，冷茶就不礼貌。客人进门奉茶，古元良说几十年前阿婆也是这样热情的待客，当时家中开诊所，阿婆还会为病患准备垫肚子的点心，就是黑糖糕。面包的话比较不耐饥嘛，那个这个用米食啊，它比较耐饱。或许是为了营养，做法上多了考量，浸泡过的再来米先加以研磨。厨房里不见脱水机，古元良用阿婆的老方法，一整袋米浆放水槽里慢慢沥干。一般都是用脱水机脱，脱水机脱的时候，它胚芽脱掉，那营养分就脱掉了。还不能一下子压到底，吃重太过，营养也容易流失。最重要要有客家的精神，就是很坚持，用米就是用米，不能用杂掺杂其他的粉。黑糖糕的色很香，就靠宝山黑糖天然的风味，总是一口气大量进货，里头有学问。你的新糖里面很香了，要放一阵子才会香了。我们秘诀在这边了。古元良说他不怕公开自己的制作流程，因为别人不一定能百分百模仿。我们要加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盐巴。那至于那个稀或浓呢，那就是经验的了，那就是只能体会不能言传。这个是山泉水，我再经过逆渗透，我比自来水还要干净。看来简单的黑糖糕、发糕、卤料和做法的差异呈现在口感上。古元良还研发紫米、芋头等口味，始终没忘记家里做黑糖糕的初衷，出自一份热情。那滚天好冲，好摸你孙啊！哦，这是海陆枪，成本较高，利润较少，问钱看虫，看毛利损。我有一个无形的使命感。我爸爸妈妈虽然往生，但好像有一个人在观察我。你有没有真认真在做啊？你有没有用心在做啊？上课喽！本钱卡虫，卡某利损。本钱卡虫，卡某利损。谢谢钟仪老师。